各位同仁请就座，我们继续开会。向大会报告，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沈云章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沈议员。代为主席，市长、副市长，各位咱的局处长，大家早安。今日本身吼，伫组织训内底有两个要求，一个期待，两个要求是任务的建设，一个期待较大案，是咱政府咧推的咱新南向政策一个政策，吼，伫遮。我来拜托市长，这是不得已，我才有提出安尼讲，首先吼，咱知影咱财政局，要来任务设一个咱的税管处、任务分处，大家人民真欢喜，不过嘛真紧张。为什么紧张？因为任务公所的头前迄栋大楼，过去就真侪人在用，真侪单位。咱终于抗体，咱国泰人寿，咱咪咱那五楼，你们公所对面的活动中心，欢喜时啊讲较方便，唔免走来个红山，担任务。结果呢，因为周边咱行政大楼的周边有台电、有邮局、有消防局、有警察局、有你们国校、有乡公所，被产生讲。你啊，说了，伊若去立钱，可能乌多摆，可能车拢会无的，你无地停车。所以这点呢，我伫顶会期，我就提出这个方案，就讲咱任务伫咱的文学二段，遐有一块800坪，咱的国有地，拜托咱财政局长吼，迄个所在会当五个单位，咱即目前同困难的。很不好看，咱的地政局，咱政府五个单位，咱的卫生局长，我嘛坐过看，伊也真认到上职的时阵，地政局是任务，会使讲在全台湾同地界啦，百几公尺，一个地政局，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卫生所伫这边，已经收不到伫这边。停车，我那不方便。但停在人的厝的头前，遐人在咧闽南咧出来不方便。这我讲介久吼，我想趁这个机会，咱任务这块地，在咱的文学路二段，住伫殡仪馆的边啊，这块是市场用地，总共800几坪，够停车场。应该把这块好好来利用，咱会当结合税管处、林务地政、林务户政、林务卫生所、林务清洁队，林务卫生所会当结合起五楼，这样分一楼，把恁的经费一人会当摕2000万，但是栋大楼起个有电梯的，造成遐的交通吼，较免遐拥塞，较免挤挤淡遐，我是暂时讲，恁若暂时选择伫迄个所在。在中正会的所在，你暂时性长远的规划，一定爱想办法刷过这。这点我要问咱财政局长，感觉你有信心无？我提这个案，来，请主席和向局长回答。局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多谢新议员这个案你甲提过几落道了多谢。阮财政局已定伫明年3月要做任务成立，成立一个任务分处啦吼，这是要服务咱任务甲鸟松遐地区遮咱的市民啦吼，多谢新议员甲阮到协助安尼，阮遮暂时是用任务国小的活动。大楼的五楼啦吼，即下阮已经，我拢请税管处已经咧规划，阮年底即租期到，阮收堂拢甲因讲好啊，讲好啊。多谢新议员吼，你只找即块地吼，即块地查起来你嘛知是阮经发局的市场用地啦，市场用地啦。你即个构想，老实讲，我嘛足赞同的，但是我有甲你报告，
这个安尼，阮暂时先到仁武国小的活动大楼那边，综合大楼那边。啊，这阮会列入我会找相关的单位啦，比如说阮的经发局啦、都发局，这爱先做要改做机关用地，爱先都变啦，哦，都市计划变更啊，找这单位地政啦，哈、哦。好政啦，啊，卫生所清洁队，阮大家来协商，啊，阮啊，甲都发局阁讨论看嘛，经发局伊这地若要让出来，哦，他如果没有市场的需求，评估若没有市场的需求，阮来综合，安尼我财政局我来承担啦，我来召集这单位，大家来认可，啊，来做一个计划，啊，再来签报市政府，啊，讲安尼迄落，即咱甲列位讲啊，未来两三年的计划了哈，啊，我暂时先到遐先设一个分组来服务大家。多谢多谢新议员。阿丽啦，我拜托市长哈，先用拨一下规划费啦。我从去年问到今年啊，你讲要用到今嘛无看到影呢？你目测我评估一下，我相信警察局也袂用遐啦，市长想过济啦，袂会走过遐啦。啊！即个迄边啊，土地红扣同一个钱，我咧讲，遐地价税起一倍，你若认为讲遐地真好，你应该甲咱的联合办公室收在遐。我咪讲中正路无好，顶下真好。中正迄栋是学校有定地，迄是较早公所起的，关键是那是公所起开，起五楼。啊，当然恁讨到等于了，你透过教育局去甲争取。其他遐四五个当年搁伫遐紧张啊，唔知当时咱只规日变脱了了，哦，过去乡的时代有乡的伊的一个社团的特色，即么拢伫遐嘛，遐拢烦恼，啊，拢拜托我讲啊，想看某样看够薄无，我较想着遐，我要讲的，就是讲较紧爱甲遐做一个规划，做一个计划，有计划才会成事，你无计划，从去年讲到今年嘛是无啥进展。哦，你唔是讲交通局讲巴德二路，巴德二路变好啊？我看爱开十几亿，我嘛一直咧关心这发展，同款意思。我们拜托，因为恁同未来啦，财政局是因为税关处同未来要来进入，要来改个所在，其他所在你用地震，我定要刷过遐，哦，拢进入环境之内，即么是卫生所？卫生所无卫生四十年啊，迄老切切啊！局长嘛真高位，局长嘛唔敢讲。卫生所是你去看门啊，任务卫生所，确实伫地方内底人讲，本身咱市政府单位卫生所都无卫生，啊要叫我较卫生，哦，啊地政局伫遐都连做伙啦，会当扛五台车呢，其他拢脱了了，哦，拜托这点有长远的计划，哦，你拜托局长，跟局长靠霹雳打开，安尼好唔好？哦，来，啊，佫有一地吼，有若要。哦，这块都要去的所在啦，环境真好啦。哦，文学路二段，迄、那个三百几号啦。佮这块，我也真感谢市长，咱市府团队吼，咱伫迄个江户路，哦，咱伫咱的爱河源头，咱市政府开真侪钱吼，啊，伫迄个所在已经完成排水系统，佮起个自往池。北外人口吼，将来可能越过福山里啦，吼、哦。因为人物家发展，多新都心嘛，合并了新都心。迄、那个所在呢，即人民咧讲，多为无一个聚会场所。咱较早活动关的时代，活动中心大部分拢伫庙会下骹，啊，北外面两万人口，啊，结果拢伫庙会下骹，有通甲庙会三管底下扯不清。吼、哦，要拜托市府讲利用，吼、哦，利用咱的阮江户路一边啊，有咧自往厝一边啊，伫公园。有这个公园，遐差不多有五千几平，吼、哦，爱当公内底当设活动中心，吼、哦，占比例，吼、哦、比例嘛，咱去几百平，是较早我伫任务的活动中心去了，到真人会感觉会七家，吼、哦，环境真好，啊是北外所有的居民吼、哦，要拜托啊，本社讲伫庄秋顺那个市长做一个建议。啊！无市场伫遐开遐侪钱，费遐侪心思，水利局也好，干部局也好，啊，开始做啊真好，大家拍不过拍架吼。这点呢，我
不得看，因为市长前届是有咧讲爱河源头乡要搁征地啦，吼、哦，前届咱哩人托咱市长你有伊讲迄个自王厝遐，吼、哦，我逐日伫遐过，我伊来看一下，啊，感觉无同款，即较早人做袂开，吼、哦，啊，咱来做开，啊，即可是咱的魄力，吼、哦，即讲要拜托这两项哦，啊，财政局者努力一下，啊，市长者若重视咱八卦，啊，咱所有居民。啊，即摆即个较重要吼、哦。咱新南向政策，咱小英吼、哦、特别啊，选择咱高雄，做咱的根基。哦，即两个拢关心者啦。哦，我新南向政策，这个财政同关的吼、哦，我们请问咱财政局长吼，咱对这有什么看法？财政同问题。局长请答复。哦，多谢主席，多谢新议员哦。我这个新南向政策是这个咱小英总统上台之后的主要一个政策啦。我想我们市政府各部门啊都在全力配合。啊，咱希望这个南向政策，咱高雄是一个。平台啊，加一个门户，就是都在咱高雄做一个基地来推展。我们各局处现在都动起来，都在配合啊，尤其市长、副市长都给我们在指导。哎、嗯，我要讲跟财政关的是安那，人民若无所得，伊若无赚钱，伊嘛无能缴税啦。啊，所以新南向政策跟咱的经济都有关系啊。我问金花旗哈，金花旗这。跟金发局关系同多啊，你看金发局应该有准备啊嘛，吼。来，现在来，局长请答复。啊，谢谢主席，谢谢沈议员哦。那当然，新南向政策是县政府上台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那事实上，它着眼的重点是我们看到，就是东协国家大概是现在全球区域经济成长率最高的地方。那它发展比较晚，那。跟台湾又接近，有很多在地理上还有一些资源互补上的优势。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新南向政策会跟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南向政策会有一些不一样哦。更主要的来源是因为过去我们是把新南向或是东协国家当作一个可能是生产要素成本比较低的一个地方。但现在我们的看待是我们希望说台湾跟东南亚国家因为区域的关系等等能够整合成一个比较互通有无的市场，所以除了生产以外，市场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那当然您现在秀出来的简报你也看到，就是说以台湾来讲，高雄目前的整个基础建设的准备程度以及空间上面跟东协国家的距离，其实非常非常适合作为南向的基地。那更重要的就是以整个台湾的产业的分布状况来讲，现在东协国家产业发展的程度跟我们南部的一些基础产业、传统产业其实对接的可能性会更大。我想这是南部在作为一些南向的基地上面一个蛮重要的优势。我请问咱中央编42亿，啊，给咱叫高雄做基地、做根基，有包括多少钱来给咱？目前哈，我们大概16个部会，大概都去跟那个行政院长报告过，就是他现在是总计起来是42亿的经费，但他比较多的项目是原来各个部会里面在执行的政策。能够把着重的地方摆在东协。那现在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我们会认为说，如果我们要推进新南向政策，一个整合性的组织，不管是民间或是官方民间合作的一个组织，来推动新南向政策做整合的工作是重要的。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如果台湾要推动新南向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台湾事实上在东协国家里面的印象还不是那么样的清楚。那
那台湾对东协国家应该是一个友善而没有威胁可以提供帮助的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是我们需要经营的。那当然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我们认为说去统整16个部会相关的一些政策，有一个整合性的组织来做单一的窗口服务，然后把它设在高雄，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起始的工作，我们应该尽快加速来进行。好，谢谢。我想开始拢在讲尔，咱无咱高雄也无啥呢，开始咧做中央咧讲，啊报纸咧报，逐个问我，我嘛唔知影，啊到底咱要做啥？新南向政策一统简单诶啦，统紧诶，就是运动、交流。你曾看报纸无？咱高雄诶选手戴志颖佫加着伫香港。世界球第一名，羽毛球其实伫台湾唔是讲统好诶，结果又发拼甲咧，对伊那拼甲18岁，安尼拼甲摕冠军。过去印尼当下十个印尼同情诶，不要许中国抢诶，即个佫落地咱高雄，咱高雄啊，所以伫上个大礼，互咱互市长讲，确实高雄对体育诶重视。这统计的过去，阮这个时代，阮这个时代哦，咱的选手派偌济出去做教练呢？咱的沙地拉伯，咱的柔道，咱的乒乓，哦，咱的排球，咱派真济出去国外，一教练派了100个，够进无报呀？咱的市场也有大陆期待啊，人拢派出去，啊，所以咱趁这个机会，第一统计的就是体育的交流。咱高雄的优势，咱高雄的场地太侪，像这个冬天啊，这个冬天真侪拢对外国要异地训练，异地训练就甲台湾就产生感情嘛。哦，即大陆无啥爱来，就是因为政治的问题。咱会使准备甲东协十国，甲咱一个纽西兰、甲澳洲会当联合，尤其咱的棒球，咱会当派足侪棒球教练出去，啊无出咧选手无头路。拢徛伫遮，台湾都细细个尔，台湾队伍都安尼尔，闽南无法做教练。我希望透过这个新南向政策，咱家己做优先，这统计尔，这免投资个啦，这人排找到啊。佮咱会当把咱的所好个物件，咱的棒球的制作个过程，咱是台世界第一名。咱的球棒，咱的球套，咱会当送互因，咱嘛会当卖互因，咱会甲教练迅速去送互因。咱会当趁因的钱转来，吼，会当解决咱这体育人、这运动的好的选手的出路。无，大家出来讲，老师以前咧叫讲，啊，我若要教这，啊，靠，遐侪车人教，啊，起码都无学生啊，免啊有人教。咱只要会当行较紧的第一步，吼，这人要拜托。来，我看咱范局长，你有对这有同感无？来，局长，啊，局长，哎，请答。多谢主席，谢谢沈议员哦。公牛这些新南向那个，当然是台湾或者是高雄作为新南向基地呢，都在教育、人才培育、那体育运动呢，或者说产业发展上都有一定的优势哦。现在就是怎么样集合这些力量，让很快的能够动起来。那体育处呢，我相信也跟沈议员做过很多讨论哦，要很多的赛事，譬如说东南亚传统的赛事，像他的很多篮球赛事、卡巴迪赛事等等赛事，我们都可以来办这个新南向国家的这个邀请赛。那另外刚刚提到的像棒球向外输出，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基地哦。那棒球目前是日本跟韩国会来高雄作为冬训的基地。那体育的部分，我觉得有太多可以那个能见度可以发展。那目前体育处正在跟中央教育部体育署做很多讨论，希望把很多国际性的以东南亚国家为主的运动赛事呢移到高雄来办。那我们目前都在规划之中。啊，谢谢。咱若讲卡球，咱是闽南人。泰国的卡球也真好，印越南也真好，柬埔寨也真好。咱台东差不啥样，六五国家，卖讲六五国家，因的卡球发展真久啊。啊，咱的无，咱因为咱无迄场地，啊，所以我讲到尾讲，啊，这人都唔拢免开钱的，统计的，哦，甲体育处局长甲体育处伊落一个这项，我迄讲问伊啊，讲有啦，新南向制度有列入这个项目，那较紧甲咱的选手，
把咱的教练会当上伊啊，和当下十国这个运动会当咱会当做过了。卖讲恁踢的踢藤球啊、卡球尔，其他嘛加几项啊，哦，咱是卖咱的产品嘛，卖咱的器材嘛，这嘛是有一条生路。这教育，等到私立校吼，较敢说啦。义大就跟泰国，吼、哦，二所大学就跟泰国、印尼，吼、哦，遐合作，因足早就行出一步啊。当然，公立校咱市政府管袂到啊，无啥物发言可以当管，唔可以当建议啦。啊、哦，新南向政策同重要诶，吼、哦，同重要是。健康局，啊，咱的优势对咱，咱的医疗，我任务的周边啊，我讲有严重、中间、高医，哦，医大也不是迄个较迄个国家有承认的哦，医疗中心。我想利用遮的病院，会当去甲咱新南向遮的所有的国家吼、哦，做一个结合。哦，做一个结合。大陆足济来啦，讲运输力吼，就是讲因的设备。大陆，我讲比了大陆，运输力他们过比咱佫较好，因的钱敢开嘛。唔过软实力，因无法度，因的成大拉拉了，无用心，无爱心，要学台湾这波。因台湾过去是日本人统治时有留一挂荷兰较好的啦，较好的基因啦荷兰啦，所以台湾人咧讲的无像大陆人匹配叫。我想会当利用即医疗，哈啊，为了啊个一个工业，吼、哦、来做结合。搁一项农业啦，吼、哦，我顶两撮伊北海道转来吼，阮二回去哩，去食咧香，迄个哈密瓜，用个洋香瓜，啊真好食。讲啊，台湾较袂咧，较无弄种。结果有，结果伫基山烟头啊！我讲哎，我无咧较歹啊，我人较朴实，因为我要创，我就先去种。我伫日本有榨瓜机转来，我家己嘛咧种。结果报纸一报，就讲哎，一个台湾人，少年家啊！我哇，这看到做事的都拢老伙仔，够有少年家啊！伊做担心。不用参观哦，我是较甲讲吼，你爱互大家知影。结果呢，伊就花去要看水根的400平种2000粒，啊，当一当个当种三季，多6000粒，一粒平均卖500块，平均哦。第一本卖到1800，2000、3000拢有。啊，你讲你安尼会好？讲一当一两当当我就赚转来。啊，这好的代志，我要请讲，那局长吼有闲，哎呀关心一下，再加持一下，再鼓励一下，伫咱高雄有一款人才，有一款胆识的人，好无？你讲者，不你较讲到来自山啊、鸟母往来，迄无落啊，迄种几啊十栋停留地啊，而且咱台湾人拢过大陆拢教互伊啊，咱没有竞争力的。来，蔡局长来。你当时要我陪你去要看门啊！哎，局长头，好，谢谢主席哈，多谢新议员。我想基山按这个少年农民啦哈，这事实已经了真成功。啊，特地呢，按高雄市真侪按的新农去学习，按高雄市啊真侪按在地基山区按的新农有去看过，吼、哦，有去看过。啊，当然，阮两个有去直直研究。哎，不过呢，拄只新闻所讲的吼，就是讲什么时候要甲看，是毋是安尼？互我排一个时间，啊，我甲新闻报告了，啊，我带几个啊，按真正哦，按、啊、有重视，按、啊、这个，比如说水耕作物的，即个农民朋友去现场来学习吼、啊，啊，希望讲呢，会当做推出呢，按个较精致的农业哦，较精致的农业哦，安尼好不哈、哦？我日本的商品。沙鹿市的市长来无了吗？无拜托你讲要带伊看吗？无咧。哦，你看，人家资料网络随出，我随了说起。是啊。啊，是，值得咱去推广。
这真正讲金子龙的，啊，这物件要怎啊？咱会得个研究开。新南向这其实伊遐买当种。我的看法是安尼甲新源报告吼，啊，你会记即按岐山后面发展第一批的迄个过红龙果的时候是伫按岐山，但目前的时候，因为大陆一直在起来，嘛是就是有人去大陆种。大陆种的时候，了的时候，到有些时候在市场上的需求，按台湾的时候未来爱面临的问题嘛是安尼。我是建安尼建议啦吼，安尼建议，讲这么好的物件，然后伊的技术爱留伫台湾，啊，希望讲伊生产出来物件，除了按台湾使用以外，啊，能会当行销出去其他国家，哦，啊，甲紧留伫台湾安尼。好啦，我讲这行就是讲，咱农业局。哎，咱鼓励少年人，这个才四十岁尔，叫傅明良，四十岁尔，伊敢那个做就无简单啊啦。真真肯定伊啦，真肯定伊。其他人，你讲要见面要开600万，要咧投资这种吼，无可能。啊、这少年家达到咱去个鼓励。是啊。咱当大，伊讲会当大量提推广，会当把伊个伊一个温控遐个设备，伊个会当卖出来。啊、哦，这是市场较大，就是安尼。哦，啊，阮来学习吼，阮、哦、来叫少年仔做来学习。员、哦、工，你要用你安排，我陪伊来看一下。好好，好、哦，好，请坐。谢谢，谢谢。即摆讲新导入正题吼，新南向就是各样的优势吼。咱过去各样事业。是高雄统制啊，中油、台水、台电、台糖，较早阁做些哦。阮做少年时阵，阁有台肥、阁有硫酸亚、阁有台泥、阿鲁米，拢伫高雄，拢伫中山路。即摆一部拢迁走，吼、哦，阁留伫闽南华诶，个人说阁有中钢、台船、中石化、汤盈、汉翔，阁经济部所属个再换一个金属中心。我咧讲遮，就是讲爱甲产业、甲咱政府、咱行政单位、甲校，咱会当结做伙。若无结做伙，咱真可惜。我讲一个咧，一个博士毕业的，我一曾经在做乡长时阵，有一块环保课清洁队一块一个块尔，叫报名做博士。我讲你读这要创啥物？博士要来去做清洁的工作，还着找无头路。啊！大家拢去读，拢足惊毕业，哈、啊！硕士了，就阁甲因阿爸骗讲要去读博士，结果伫校进阁要20栋，啊，找到找嘛是要考要考一个3万块、2万几块的位尔。所以本身的建议是讲，咱的产业一定爱甲官、爱甲学校去联系。比如咱任务工业区，咱的商业区，咱要去以前，咱就先甲咱遮要去的。大家要入来人，吼，即摆好啊，已经要开始那个嘛，开始实践嘛，先爱培训。啊，不，你捡来要创啊？捡来伊都无功夫，伊都学，伊都学问尔啦，都学历尔，无实力。啊，所以讲较紧会当结合这单位，结合这单位创啊，学一寡功夫。咱公司有伊是7间国立校。应该讲，爱互因会当讲发挥因的因校内面的较专长的物件，去加以训练，就是讲学校、公立学校、甲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较敢做，咱的大学可能较唔敢做。咱的大学，咱会当透过咱市长的啊，即款伫公司的要做新南向的即款根基的总指导吼，会当叫到校长来。您到底有法当帮忙着政府来做经济发展无？我讲了，就要讲这块地啊。中山大学预定地10年啊，到底是任务无法度去开发。我嘛讲几啊届啊，啊，我趁这边有新南向政策，我嘛该想好该画好啊。啊，建议啦，唔是讲我画啦，我较紧把这所在当用。周边好汉多，你高音大好，中山大学有定地，你要变其他地可能困难。
我讲改起来咪讲新南向政策人才培育中心，叫遮个叫遮商业叫国营事业的，因来投资。哦，你中油嘛，当来投资2000，迄个去一栋迄个培育中心，你金属中心，你管迄个汤营。啊，即个创啊，叫中山大学来负责，因即个地脉无通变更啊嘛，无通变做咱的工业区嘛，爱好嘛。哦，中山大学叫咧分工业研究所，还是啥物咯？一个所，一个院，爱做咱的。做咱的管理的人才培育中心，哦，即人我问，请市长看有可能无？即块中山堂预定地伫咱仁武山阳区，即块放十栋啊，看可能？你做龙头，还是讲新南向政策对中出力，是毋是有通结合？有通结合即块地，啊，把即个商业甲校拢捡来，卖鼓励员工伊来读啊，读到拢硕士博士啊，出无头路。啊，还是有一技之长，拼经济，希望讲因会当来学习，因会当透过学校的教育，实际教育，吼、哦，实际教育就是讲，即个要扣即个要去上班，即个人是咪先去要一份要培训，将来要去送出国外，即地外啊，佮教育就是讲语言，吼、哦，拢会当踮即个所在开班安尼，吼、哦，即、这个山阳区啦，中山大学一滴滴24公顷。其实我讲这地啦，很多是山阳区的。我请市长看，对于这个中山大学有定地，我来讲改这个名，改新南向政策，新南向诶，关于的人才培育中心，人才啊，叫校长来，会使讲透过市委。诶，这力量吼，甲咱诶郑校长因谈一下，这是已经互中山大学啊，咱会当较紧甲遮用诶人才也好，运动也好，科技研发中心，包括金属中心，伊都找无地嘛，即、这个地较紧会当利用，因无可能要来遐设校啊，啊，所以仁武人已经失望啊，较紧趁即个机会，新南向即个机会，看咱改变诶未？吼，请市长看。市长请到。哎，多谢主席啊，多谢新议员哦。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啊，当然高雄因为地理上，甲这个新南向政策的国家都是较近啊，所以讲气候吼啊，包括规个迄个产业的发展，毛真济受伤的所在吼啊，所以讲中央政府对高雄。未来的新南向政策盘验，哦，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啊，重要的基地来讲，哦，就是讲，咱市政府提出讲，啊，东南未来咱东南亚交流的中心，哦，这交流的中心，不管是产业，不管是包括咱即摆农业政策上，咱应该安怎帮忙东南亚这些国家，哦，因为农业嘛是咱的强项。吼啊，过来就是讲迄个人才的培养啊，咱遮无真侪台商，啊伊嘛刷去，啊东南亚真侪国家，吼啊，这个部分就是讲到底这个优秀的人才、专业的人才，咱遮应该是一个足好的训练中心。啊，这个训练中心当然咱拄只新议员所讲有足侪大学，啊过来咱有真侪高中，吼内底啊嘛有真侪。包括越南其他的高中学生来这做咱专业上的教育，等等，啊，过来，咱高雄差不多是东南亚的外籍配偶，和咱的人口数可能是全台湾第二，和将近要6万名。吼，啊，所以讲在这款的情形之下，譬如咱跟越南的关系，吼，啊，顶边咱有一个港湾城市论坛，越南的几个城市的市长来。然后，咱的教育局等等，咱陪同伊去咱的学校，对咱越南新住民的第二代语言的训练，伊去看一个迄个市长，足感动。伊讲，伊拢唔知影讲，咱的国家对咱新住民
对伊个母语个尊重，啊，会当做到即个程度。我用安尼讲，讲如果今仔日伊语言上新住民个第二代，语言上也无问题，咱即个真专业来甲伊培养，伊未来就是会当伫咱新南向台商，伫咱越南当地足优秀迄个干部人才个培养嘛。啊，所以讲我是感觉拄只咱新闻员特别提起。中山大学这个学地，和将近220公顷，这要安怎好好来使用？啊，甲咱今仔日伫高雄有遮侪国营事业，这国营事业因有真侪国家未来伫新南向政策，国营企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经济部可以跟高雄市政府这个部分沟通协调整合。那我想我们的金花企业愿意从头到尾我们一起来参与，就是说如果未来咱的中山大学学院这个预定地是做一个人才培养的中心，啊，除了这个所在是一个训练中心，啊，咱会当透过真侪学校，现在很多大学在这个部分也跟各个东南亚的国家进行很多的合作，点点，我认为这个都是非常。我们非常同意，同时非常支持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这个学校我们会在跟我们的金花局的我们市府的团队内部在讨论，是不是这个地方教育局或者我们各个大学，我们大概每三个月会跟高雄市所有的大学的校长、市政府的团队跟他们都有一个会议，哦，都互相沟通。包括他们所有在高雄的大学作为我们市政推展很重要的智库一样，他应该在协助我们未来市政的发展，哦，在大学扮演什么角色等等，啊，这我拢感觉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提出来，哦，啊，感觉未来这个部分各种，哦，卖好这个土地这好这水的所在。哦，啊，规个去予伊拍远，无好好使用，啊，等等，啊，我想这个部分，那我们内部，包括跟中央新南向政策这个部分，将来这个地方除了东南亚交流中心人才的培育，哦，或者东南亚的很多将来他们的干部人才的训练等等，那我想我们这一类都在扮演。跟经济部，哦，大家一起合作，中央地方合作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哦，啊，伫遮共同来促成。啊，谢谢，哦，市长真了解吼，哦，这个地是24公顷，边啊是咱即马要开发的莲雾产业园区，吼，哦，220公顷，到尾缩到130公顷。我这个郑校长吼，哦，伊嘛咧看今日咨询，看市长。对这件代志，结果市长真了解，啊，希望讲行出第一步，中大学就有机会了。因其实因无钱能去校啊，因个教育部已经讲啊，囡仔少啊，吼，啊，要过来才去校。啊，当初这块地呢，送给因呢，囥10年啊啦，啊，无在公所就来送一交因啦。啊，所以大家人物遐人较大声，伊对这个校要来，寄望期待真大。结果一个无来了，大家一条命呢。哦，我趁这个机会，是不是土这个这所在呢，会通善于利用，卖荒废底下，迄足好个所在，交通也真方便。哦，直接我问咱个杜花局长哦，如果若学校这光银院这学校个一个院，啊，来这人才培育中心，这地北会符合袂袂？这地北学校一定滴，要改造安尼会使袂？啊，局长头，哎。多谢主席，多谢新闻官。我想再看主办的主体是什么人啦？比如讲，这是学校用地，这是中山大学的学校的屋顶地。啊，假使讲，那是讲这个研究中心加迄个人才训练中心是学校做主体来办理，迄都市计划是会使。但是今仔日呢，我做迄单位唔是学校，是我做政府机关，吼，哦，啊，迄个变成爱变更其他的迄个都市计划分区。我只是讲。新南向政策，吼，哦，又出一个名嘛，没事嘞。高雄大学嘛，高雄大学嘛，中山大学新南向政策人才培育中心，安尼会使袂？
安尼恐惊有困难，因为伊是文大用地，伊是学校用地，所以是爱主体是学校。啊，你挂中山大学啊，因一个院。这会当算学校，学校主体会使。我意思是讲，学校主体来办理，安尼唔免变啦。是啊，来，小姐，哎，使吼，我拜托咱教局长吼，会当较紧吼，甲这大学联系一下，把恁优点过去高雄工专哦，高雄大，伫咱全国也真有名，吼，因对工业的贡献也真大。佮退一步，把这高中、把这职业校，会当拢会当叫来。吼、哦，咱就设一个科技研、一个人才教育训练中心。咱要派出去东协，要派出去遐十国，啊，其他国家是要做工的，还是要做教练，还是要做老师的？爱分得清楚。做工无着咱啦，咱要干要去遐做吼，趁无几啦。咱就去遐做老师，做基德老师。所以咱伫遮要出去前，一定爱经过人才教育训练中心，包括上足重要语言。语言，当遐十个语言拢无共款啊！哦，咱即马越南来，咱咧看卡其，你就知影，柬埔寨来话拢无共款，是毋是即个较紧诶？语言中心吼、哦，就是讲较紧，设一个较紧台阶，较接来到。咱即来台湾咧，市长讲诶，有6万诶外劳，越南诶，越南要统计，过来泰国诶、印尼诶，吼、哦，即三过来柬埔寨。诶、欸，柬埔寨即马无爱来台湾啦，因为国家无爱互出來。诶，拢迄阵过去，讲咱拢人欺负。我想，比如讲，遮诶语言是毋是会当较早好啦？不爱开，咱来鼓励咱社会局，吼，社会局遮鼓励伫社区，吼，社区互咱有设施，社区诶技术实验，吼，社区诶款组织，诶社团组织，会当先叫伊咧开一寡即个班，吼，即个班开班暗时啊。一个人为着要去生存呢，会较紧来学。甚至点姚局长，你有这个构想无？比如要开班啊，要伫社区开班，开这语言班。来，局长，报告议员啊，社会局即马伫社区拢有办足侪款的活动、甲训练、甲足侪款的。才艺的，甚至有些是有证照的一挂学分班的部分，所以社区不管是社区营造啊，是讲甚至比较有点中高龄的啊，是讲外籍的，其实我们现在社团是有办足侪活动，所以以往你讲的这部分，阮即马嘛有咧做，啊未来阮嘛会加强咧做。咱咧做是叫伊来学咱的话嘛，吼。嘛有讲因的话啊，因的文化，因为即马很重视是多元交流，甚至说因的下一代啊，也讲因的不同的文化语言，甚至说有一些是要训练多语的人才，因为那是讲在地未来有一些要去东南亚发展啊，有一挂需要传译的人员，那是讲需要到在地去做，不管是业务啊，是讲研发，拢需要以在地语言的方面的。专业人才，所以就在地家爱做一挂训练，准备一些我们跟劳工局啊，是讲不同相关的单位，我们一起搭配，可以提升我们出去外面开展事业的一些竞争力。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在做，尤其南下政策方向很确定之后，其实这个部分市府整个团队其实都有在加强督导，要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加强。局长，我是该拜托啦。过去我知影有越南人、印尼人有来学咱的话，学台语也好，学北京语也好。咱即个就是讲较紧，去西岛转去，去换因来教，吼，教几国家都好啦。换来教咱去讲因的话，咱若要派过遐，最起码这个沟通语言的沟通的问题吼，咱就较无难度，较无遐悬啊。哦啊、所以咱阁倒变转啊。有。啊，不过这阵呢，较毋是社会局主要的业务。不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外籍的配偶啊，所以因在地本来就有这方面的语言天分。然后他们的下一代本身，因为
妈妈也要讲，还是讲处理有这环境，所以我们也希望培训他们，把这个技能可以成为他的一些就业的一些条件，所以就鼓励他们的下一代不要放弃，其实他母语方面有这个加值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一直有在做，所以独寮工甚至我们也培训这些外籍配偶。因为语言的这个部分他也可以把它发挥出来，如果说他们来洽商的时候他也可以做传译，而且在学校里面他也可以帮忙来教学，而且在地社区里面可以帮忙做教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跟学校有在做合作，我拜托你，我拜托较紧的吼，这个办较紧的，只要你是是是是是是，好，谢谢，休息十分钟。